我就知道你是自己人。 竟然是你害死王丽，你！
你为什么出卖他？啊！你为什么？为什么你？啊！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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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这个王八蛋！ 在放风期间，犯人李本伟、郑桂岩带领25名犯人发起暴动。他们先占领了大门的两个岗哨，进而冲进了一号楼。够了！孙馆长，如此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暴动，至少要准备2-3个月的时间。难道这期间，你白沙馆就一点没有发觉吗？这完全都是卑职的失职。 卑职恳请你处长责罚。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防微杜渐，防微杜渐，懂吗？是。我跟你说，这件事的善后工作一定要处理好，绝不能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卑职马上处理。还有，实在不行，就杀鸡儆猴。 是。你们几个，给你买票，走，仔细点。是，上我来。密电码的事情自暴动之后，徐行良再也没有审问过张海峰。 然而，对张海峰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更为可怕，因为这预示着狡诈的徐行良很可能在精心策划着更大的阴谋。
一二号楼的犯人要联合起来，从明天开始，集体绝食，向白上官抗议，要给牺牲的同志们开追悼会。你听我说了没有？怎么了，兄弟？我刚刚去了伙房了。 那边情况怎么样？我种的红牙灵全部都被毁了。你说什么？红牙灵全毁了？你不说没有红牙灵，咱们就出不去吗？对。那怎么办？ 刚才在广场你也看着了，那皮影顺不是什么善茬。先不管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红牙岭的事情。今年多少号了？24号。怎么了？24号。 看来只能从外面想办法了。
你去了没用，兄弟，不行，我去吧，你还有伤呢。这一次的联络事关重要，联络信号极其复杂，你去了没用，那你都注意点。 就是那个方向，快，我们走。 兄弟，昨天晚上信号你都发出去没有啊？发出去了。
我在崖壁上留了很清晰的记号给王老板，他应该能看到。如果不出意外，最迟明天，王老板就应该把红哑铃的种子撒进白山观。红哑铃的生长周期是一到两天，两天以后就会有结果。那就好。哎，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意外啊？当然有。第一，王老板没有按时到达北山。哎，冯金军，玩两下。长官，小的想上趟厕所去。上什么厕所？你刚去过了不是？不是，小的拉肚子。变一个啊，快点！不是，哎，行，马上给您变啊。杀我？不错，我要为老李他们报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爷爷叫皮景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这石子儿是吧？哎，这手没有啊，这手也没有。要把石子儿啊，我给放到这手里头，啊，我然后我就给他。有两下子，来吧。你今天不杀了我，你迟早会死在我的手上。动手吧。帮我做一件事情。谢谢长官，先生，找你了。哎，谢谢啊！哎，谢谢长官。哎，怎么回事？你没事吧？我刚才看见皮景顺进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没事，你真的不要紧啊？皮景顺他想干什么呀？他是不是想杀你啊？对，已经解决了。你把他杀了。Thank you.
哎，兄弟，你的意思是说，红牙灵的种子已经送到白山观了？应该是，红牙灵的生长周期是一到两天，最多四天。你不是说红牙灵的生长条件很苛刻吗？万一要长不出来怎么办啊？没什么，我就是让他帮我做一件事儿。哎，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四楼房，左墙进门往右数第三块砖上面30公分，想办法帮我把它挖开。你啥意思？这件工具你会用得上，但需要绝缘。你小子到底要干啥？挖开以后你就知道了。提醒顺儿帮咱们检查白山馆的电力线路系统。对，入狱之前我仔细查看过白山馆整个供电系统的图纸。皮景顺的204房间有一个电路检修口，可以清楚地查看白山馆整个电路布局的情况。那有什么用啊？我们走的那天晚上必须要切断所有照明线路和高压电网。啊，明白了。哎，不是，你怎么知道皮景顺会干这种活啊？皮景顺在加入朝天门青龙帮之前是个电工。啊，但是我估计他很难帮你。皮景顺这个极其讲义气的人，现在老李老窦他们死对他触动一定很深，所以他恐怕很难轻易相信你。我知道，不过有句话叫事在人为。
在张凯峰传出信号的第二天，王老板就得到了这个信息，张凯峰红牙岭种植计划全部失败。按预先计划，这个时候只能紧急启用备用方案，利用滑翔装置在夜间飞越白山管上空，将红牙岭的种子撒进白山管。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方案，但这也是唯一的在张海峰种植失败以后能够把红牙岭种子送进白山管的方法。小淘气，你个小淘皮。哎呦，王老板，你看谁来了？小耗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你个小淘皮，伤都好了是吧？啊，伤好了，吴军，你看。小耗子，叔叔该工作了，你帮叔叔干活吧。啊，嗯。走。